还有4000就要比赛了，你跟我说你要优化程序。优化25%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是复杂系统，就算调试成功了，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去进行适配啊。只有优化50%才有胜算。胜什么算呀？没有胜算。您的那块芯片，也就能对标国外的上一代，这次伯克利带来的芯片，我们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赢？能体面的输，已经算胜利了。 美国队去年的运算速度是2000万次每秒，今年比去年还要进步。我们程序最近实验的结果显示，只有优化50%才有胜算。50%，董胜，你不是说你要去跟他们打听打听吗？对方到底是2000、3000还是更高？你打听清楚了吗？对呀，吃了那么多顿饭还没打听出来。现在双方交战。 这是敏感时期，哪儿那么容易打听？专业水平欠缺，找不着切入点吧？你行你上，我要做测试呢。那怎么办？我可以啊。你？啊？你是几次班的？啊？哪个专业的？他不是我们学校的。我是卖隐形眼镜的，但是呢，现在我是唯一可以帮你们打探消息的人了。哎，你好，我叫方正。你好呀。哎。 叫我话说，你好。这次是清华和伯克利之间的比赛，代表两国学生 GPS 定位系统的最高水平。既然你能自告奋勇的去打听情况，看来你对计算机也很在行了。我不懂计算机，那想必你英文也很棒吧？我也不懂英文，又不懂英文，又不懂计算机，怎么帮我们打听啊？ 刚才东升不是说了吗？什么2000、3000的？那是运算速度。对呀、啊，运算速度嘛。这么专业的问题，让你们这帮搞专业的去问，你觉得你们能打探出什么呀？哎呦，你这么聪明又美丽的姑娘，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就这么着了，啊，死马当活马医。哎，不过，我是有条件的。啊，什么条件？我要是帮你们成功的打探到消息之后。 我这些眼镜，你们给我包了。奸商，我是在帮你，不知好歹。干杯！ 干杯！干杯！哇，不错吧？对了，你是清华哪个专业的？我，我才不是那眼镜俱乐部的成员呢。我呀，就是替他们来招待你们的。我从小太贪玩了，我那个肯定是考不上名校的啦。但是呢，吃喝玩乐我可是第一名。 在北京，你们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尽管招呼。哎，但是我话要说在前头，你们要是输了比赛，回到美国可不许忘了我哟。这个你大可放心吧，我们不可能输的。真的吗？嗯。但是我听说他们还是很有胜算的。你们那个运算速度是不是每秒2000万次？2000万次，这太小看我们了吧。 我们这一年的努力，让我们的运转速度提升到2500万次。哇，2500万次，那这比赛就精彩了，我可期待了。哎，反正我是听不懂你们这些数字，我听了头就大，还是喝酒高兴。来吧，来，大家一起啊，好不好？来，大难得再跟大家再聚了，今天必须放手啊！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创新科技频道，我们将为大家转播中美青年 GPS 定位系统越野赛。定向越野就是一种运动员利用地图和指北针找到对应的点打点，以最短时间到达所有标注点为胜的运动项目。我们今天的比赛，两队将分别使用他们自主研发的 GPS 定位系统替代传统的地图导航系统。 我们这次比赛呢，可以说并不容易，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背后的群山围绕，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这个本人看着跟上镜也没什么区别嘛，差不多就那样。
但是再怎么说，也肯定比你们清华那些男学生要好，至少是帅的。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清华的同学要是帅起来，天下无敌呀。是挺帅的啊。哎，但我记得之前有人说过啊，绝对不可能被女销售给套路了。他一夜之间就改变主意了，发现婚礼戏好看了吧？啊，动心了，动心了啊！是不是带的帅了？哎呀，准备帮人家介绍一套整个关于形象设计的产业链。没有的事儿，还不承认？这眼睛啊，镜子擦擦别弄了。来，给。看见没有？马上你就有跟你一样帅气的师弟了。李东升。The coming group of students is from Berkeley. Welcome them with a big smile. 好了。GPS 定位系统就长这样啊！我们这怎么还多一个天线呀、啊？看起来那么大，比别人那大五倍都不止。海潮那小骨架子能扛得动吗？海潮，海潮，你们俩关系什么时候这么近了？那天天刮嘴边。哎，我说芊芊啊，我发现你今天怎么跟吃了火药似的啊？哎，不对，最近都跟吃了火药。你家住海边啊？管不管？地图够清楚吗？嗯。准备。他听说呀，美国的运转速度已经到了2500万次，特地做了优化。咱们的设备虽然长得没有美国的稳，但是呢，实际应用起来不一定比他们差。哎、对，那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把给我推过来，快！看样子咱们今天有可能会赢。不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没比呢，你就把会输的消息发出去了？咱们国家这方面不是很落后吗？我敢说，那些报社预备的全是你们会输的文案。哎，就这戏，走了啦！这还有这样的啊，自己地盘。我们马上就到第一个集合点了，只用了不到25分钟。走，应该是我们先到。美国队已经领先了，马上定位下个终点。伯克利首先到达定位点，获得第一颗星。
天气怎么那么阴啊？不会要下雨吧？小心脚底下，下雨了，太好了！我在算法上已经规避了气候的变化，只要下雨，我们一定能赢。Come on, relax. It's just a minor malfunction. There should be fried by now. Come on, we need some cover. Let's go. 太棒了，清华反击，伯克利再得一分。这真的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好成绩，我们祝贺清华队获得一分。小心！啊，啊，伯克利还没到。没有。耶！太好了，太好了，奇赞！耶！有希望了，有希望了，你别停。还有最后一个终点，我们一定要拿下。走，拿下。清华队先到，恭喜清华队再添一分。哎，我没看错吧？我们是占优了吗？是大幅度占优了。真的啊？海潮难道在算法里还规避了气候变化吗？规避了，他料到会下雨，这湿度啊，对 GPS 定位系统的精准度有大幅度影响。他比赛前就说过了。太厉害了吧！What?This is impossible. They knew it would rain.还是有点烫，是有点。提高工作电压、工作频率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最后一个集合点了，偏偏这个时候出现问题。哎呀，怎么了？哎，眼睛有点不舒服。先关机，再重启一下。是不是短路了？乌鸦嘴，应该就是负荷过重，可能得调整一下电压。我觉得至少要降低0.5。0.5太多了吧？这么关键的时候还是要保持领先啊。先降低0.1伏吧，希望能够坚持到最后。把那个扁头螺丝刀给我。哎，在这儿。海潮，没事吧？啊，海潮，没事吧？海潮，海潮真的有可能创造历史。哎，你们看那帮美国人，都严肃了。他们不会觉得他们自己要输了吧？是啊是啊，那些美国教授感觉都服了，咱们肯定能赢，肯定没问题，我绝对相信海潮。我跟你们说啊，这次的成功簿上必须有我黄林希的名字，对方的情报都我打听。伯克利队获得了第6颗星，我们最终的冠军就是伯克利队。我们不是有胜算的吗？这美国的都回来这么久了，怎么海潮他们还没回来啊？不会遇到狼群了吧？狼群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青海、西藏。北京的延庆地区偶尔会有狼，但绝对不会有狼群。哎，有文化真的挺重要。知道了。
清华的，懂得真多。黄林清，你好，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为什么？抱歉，那天骗了你。什么意思？当时你主动请我们吃烤鸭，我就知道你是有目的的。让一个完全不会英语且是非专业系的跟我们接触，的确看起来没什么，但这么大一场比赛，你们可能掉以轻心吗？所以我故意把我们的运算速度多说了500万次。你利用我，让海潮他们知道了假消息。Come on， 你想炸我？我这只是叫将计就计而已啊，不是将计就计。黄林熙什么都不懂，但是很精明，但你骗不过我。不知道你在夸我还是怂你？你自己猜。你没有文化真可恶。海潮受伤了，回来了。海潮，医生，怎么了？海潮，怎么了？海潮，没事吧？没事吧？海潮受伤了，伤到眼睛了，快送医院。你眼睛没事吧？哎，慢点，慢点。这。哎呀，慢点，走走。哎，杜生，你不能去，伯克利是你请来的，你得待在这儿，让韩子去就行了。韩子人不够。那我去吧。你别去，你留下。欢哥，你去。我去。你们别去了，我去。我们恭喜伯克利队赢得比赛，慢点，让我们有请伯克利队代表 Brian 上台发言，欢迎。作为一个华人，我从小知道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This is a great wall built for great men。今天我也算是好汉一条了。Thank you， 谢谢。很想感谢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希望你们受伤的队员赶紧康复。你们真的是我见过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我不会忘了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我想说两句。我知道一般失败的一方没有资格说什么。同学们，对不起，我输了。但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位美国作家写的几句话：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勇气不是你手中有枪，勇气是当你还未开始就知道你会输，但你依然要去做，并且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Courage is not a man with a gun in his hand. It's knowing you are late before you begin. But you begin anyway. And you see it through, no matter what. Yes, we seldom win. But sometimes we do. Thank you. 清华加油！清华加油！Chinese students really are exceptional. Thank you. Thank you. Ah, 疼。你看，这是几根手指啊？三根吧。哎呦，这么漂亮的眼镜啊，有段时间又遮起来喽。不能盖起来。我这个周末还要参加 GRE 考试呢。是啊，大夫，好多美国大学就等他这个成绩了。要是这一次错过了，就得等上半年，就赶不上今年入学了。你好端端的戴什么隐形眼镜呢？多出来的事情，那做研究的咋能戴这种东西呢？隐形眼镜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戴啊？这是我卖给他的，没问题的。小姑娘啊，我跟你讲啊，你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下次能不能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呀？你看看这个硬邦邦的，哎呀，没有把眼睛戳瞎已经是万幸了。还疼吗？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对不起啊。哎，咱们今年大丰收啊，刘涵伯克利、东升伯克利、紫象、斯坦福，什么都挺好，可惜海潮去不了。没事没事，挺好的，恭喜你们。哎呀，你要不然明年再申请一下吧，你得跟我们一起。斯坦福离伯克利多近，得一起去看紫象。嗯，好像还是有一点距离，要倒好几趟车。转什么车？买一辆不就完了吗？杨雨潮，他来干什么？好久不见！哎， 哎，你别过来啊！别过来！干嘛呀？你还生气啊？都多少天了，气性那么大，我不都承担损失了吗？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这儿，所以我都让他们退货了，但他们都不愿意退了。就算你出了事故，他们也不愿意再戴眼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吃惯了山珍海味，谁还愿意回猪窝头啊？对吧？你这还有理了你？我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门，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至少应该不生气了吧？哦，你倒卖假冒伪劣商品，还要我感谢你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不是不是，我这不跟你解释吗？哪有你这么解释的？哎，要不这样，你要是原谅我的话，我让你亲我一下。你别闹。那我亲你。别闹。哎。亲一个至于 GRE 成绩，我想卖一下我的面子，看能不能补考。杨教授，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可能另有考量。另有考量？嗯，我暂时不打算出国了。不出国了？是不是因为女朋友？哦，不不不，我没有女朋友。这是哪跟哪儿啊？只是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最好的学生之一，理应肩负着改变现状的使命。那你是要留下来研究芯片？嗯，总是有人要先走这一步的。哪怕我失败了，我也可以留下失败的经验，让后人有所注意。有骨气，海潮，你也太不给杨教授面子了。我们这个专业在国内不好找工作，要不要让我爸问问部里？张海潮会找不着工作？别着急，肯定会找到合适。张海潮找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个工作知道，你呢是个特别受欢迎的人才，你去到哪全世界人都抢着要你。但是我想给你介绍这个大哥，人真的特别靠谱。算了，别想了，走吧。真他出钱你就出技术，对吧？他特别有情怀，他肯定会支持你的。他是做什么的？建筑。建筑设计跟芯片设计差很远。那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你认识一下又不会掉块肉。你别再勉强我了，我就是要勉强你。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就让你兑现上次的承诺。什么承诺？那我还是去一下吧。海潮，海潮这儿。张总工来了来了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张总，你好，你好，讲完了，停车。哎，谢谢。您这边请，张总。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你坐。啊，我坐我坐。哎呀，
听说薛总是做建筑设计的。可以这么说吧，我以前呢是做水泥工的，后来传了一个施工队，然后再后来呢也帮人参谋参谋怎么样装房子。那好像跟我们这行差的有点远。哎，不是差的有点远，十万八千里。那您找我是不是找错人了呀？没有，我就是要找你。我看过你的报道，我也看了你做的那个导航系统，特别是你那句话，要给大家找到回家的路。说真的，我特别感动，我都哭了。我老婆好不容易给我生出儿子，我都没有哭。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跟他是老乡。我俩浙江人，但是我们家是在一个偏僻的小渔村，男人都得出海打鱼，这出海嘛碰上台风迷路什么的，人回不来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村有个外号叫寡妇村。我有一个表哥跟我关系特别的好，从小我们两个一起玩。他孩子两岁的时候，他出海，再就没回来。他老婆每天抱着孩子就在海边看啊看啊，看得让人心碎。所以我就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你的导航仪，也许我表哥可以回来。如果有你的导航仪，也许我们村子就不会再叫寡妇村了。所以，我就斗胆让林夕把你请过来。我一定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我也得搞这个东西。做这个不会倾家荡产。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个粗人，包工头出身，没什么文化，可能表达的不恰当。但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点我懂。你也别这么说，英雄不问出处。你现在能不能生产出一些样品，然后把它拿到渔船上去，让大伙试试？他们真的太需要了。做些样品是没问题的，但是 GPS 导航仪要是量产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测试，而且样品也还是不稳定的。资金你不用考虑，我来搞定。至于职位嘛，我是什么职务你就是什么职务，怎么样？阿土哥，职位不重要，把事情赶紧做起来才最重要。好，你阿土哥我不懂技术，但是道理我懂。是这样，在我这儿呢，一开始你得陪我去见一些人，拿一些钱。只要走上了正轨，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只管负责你的技术。阿土哥，今晚的事情你放心。其实我还挺能喝的。哎呀，以后就完全要靠你了。哎，慢点啊！嘿嘿嘿，慢点，慢点。进来吧。办公室挺像怎么回事的啊？16台导航仪都被带回来了。都放到渔船上了，反馈还挺不错的。说不定明后年就可以做商用了。哎呀，真是没想到能让我踏踏实实做研发的居然是什么都不懂的阿土哥。像我就这个人啊，他可以放大一点，背景稍微虚化一点都没什么关系。海潮，对吧？你看
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设计的不错吧？可是这个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这黄林熙让我们办的呀。再说了，你为什么不同意啊？黄林熙呢？还没来上班呢。这都一点多了，还没来上班。这个，他每天都这样，应该快到了。我去看看啊。这跟老大关系好就是不一样，上班时间自由。我也想上班时间这么自由，我那实习管得可严了。说我什么呢？我可都听到了啊。满世界的找我，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这个样机是怎么回事？我的那个广告又是怎么回事？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全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清华，所以呢，我就看中了他们心里的这一点，进了这批学习机，所以用你做了广告，怎么样？快夸我，是不是广告小天才？你这是虚假广告，我跟这个学习机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啊？你可是清华的高材生哎。哎呀，广告就是这样，就是要夸张一点。你看电视上那些广告，那些什么保健品，不都说吃了能年轻十岁吗？那真能年轻十岁吗？你这不是夸张，你这是骗人。我怎么是骗人呢？张海成，你自己看看，到时候你真的因为这个学习机火了，你就有钱了，你就有更多的话语权了，到时候研发费你都可以自己掏了。就这个质量，你也敢卖？海潮，冷静点。我怎么冷静？不是，你不能拿日本机的质量跟我们比吧？人家那卖1000，我们这才卖300，那各方面的元器件肯定是要差一些的。这就是你卖东西的逻辑？你忘了隐形眼镜的教训了吗？张海潮，这跟隐形眼镜是一回事吗？这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是很快的。你第一代就做那么完美，那第二代哪有进步的空间啊？再说了，老百姓都是喜新厌旧的，你每年都要给他上新款，他才满足呢，这叫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你懂吗？还有，隐形眼镜的事你不提我都忘了，我那隐形眼镜要不是因为遇见你，说不定现在还卖得好好的呢。黄连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种质量的东西绝对不能卖。你怎么来了？从今天开始，我打算每天都跟你们一起跑步，跟海潮一起。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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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走，赶紧走，走吧走。跑得动吗？那有什么跑不动的？我从小可是练过的，跑步最简单了，耐着性子跑不就完了？耐着性子跑也不行，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呢。而且你跑的不对，还容易受伤。青春不就是用来浪费和受伤的吗？是吧，亲爱的？谁是你亲爱的？
哎，我的水呢？这是你的杯子吧？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太渴了，没有水，我就喝了。你这还有点，给。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这有什么关系啊？喝个水上纲上线的，喝吧。你别这样。喝吧。对啊。海潮，海潮，快，不管他了。杨教授让我给你的，你知道吗？上海长江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芯片代加工厂，你快把这个表格填好了，给杨教授送过去吧。哎，你说你又怎么得罪张海潮了啊？我谢谢，放这儿。现在啊，一头扎进实验室不出来了，不肯跟我创业了都。哎，我不知道，你别说我了，就是误会。帮我就完了，我帮你。咱俩现在一条船。是吗？情敌的追求者就是我的好朋友。不过全学校男生都是我情敌，都喜欢子夏。全学校男生都喜欢子夏？嗯。那子夏挑谁呀？谁都瞧不上，早挑花眼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和海潮肯定还是最有竞争力的。嗯。但是现在就因为你，他不去美国了，丧失了这个竞争的机会。你现在需要的就是等待和机遇。来，祝贺你。哎，但是他现在都不肯见你。他说啊，要做芯片，就要用最纯粹的方式去做，不能乱来。得了吧，他那个方式赚不到钱的，谁支持他呀？是啊，可这也未必。我一直在研究集成电路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一个人才和财力都非常密集的行业，在国外啊，赚钱的呢。一旦这个时代到来，你看这个屋子没有？整个堆满了，钱都放不下，还得把屋子给撑破了。我只是在想啊，我是要靠资本去撬动，还是靠技术去撬动？资本吧，这钱花老了。用技术，哎，云溪，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听见了，一句话听不懂，说什么呢？别叨叨了，反正帮我就是了。我要见他，要见张海潮，而且这次的见面，我一定要让他印象深刻，永世不忘。行行，好样好样啊！帮你，我想想怎么帮你啊！我快点想，快点想！我想想，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啊？特长？有啊，我腿特长。哎，我会滑冰，滑冰行吗？滑冰穿那么多动物里边了，你得展示你自己。什么意思啊？让张海潮开开眼。阿宝，王灵溪，你在这干嘛呢？什么鬼地方？你怎么来了？是不是阿土哥告诉你我在这儿？是不是你干的？这张照片只有你有，是我发的呀，我特意选的这张，多帅啊，一看就是清华才子。你知不知道，你可把我给害惨了，我上清华就是为了做芯片，杨教授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家芯片设计公司，你这么一折腾，我的背景调查都会复杂很多，很有可能机会就没了。哎呀，没了就没了嘛，不管学什么，最后不就为了赚钱嘛，赚到钱就行了，拿着。我告诉你，你没白来，这个地方特别难得，在北京是一个跳野水的地方。你看着啊，我给你表演。哎，别过去！张海潮，按道理也该醒了。哎，哎呦，海潮，他是不是要醒了？海潮。我是谁啊？我在哪儿？哎呦！哎呦！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这，你可吓死我们了，真的是！你这是怎么了呀？别大惊小怪，医生说肯定能醒。哎，赶紧动！哎，你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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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哎，给！哎，哦！慢点！
哎呀，你，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都不记得了？你说你，你没事跳什么水啊？幸亏人家黄立熙美人救英雄。什么什么美人救英雄啊？你行了吧？你现在啊，欠人家一条命。别胡说八道了，是我倒霉好不好？碰到黄立熙就倒霉。哎，那你估计得更倒霉了。通过这次这件事啊，林夕对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带着病在床边守你三天，没日没夜的，啊，帮你清理排泄物不说，就拿着这小毛巾，从头到脚给你擦拭，来回来去啊。而且林夕这人干活细啊，对吧？擦一遍还不够，擦好几遍，嗯，不嫌累。为什么？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让他这样子做？抢不过呀，抢不过。是啊，这回你们俩关系可深了，估计是纠缠不清了，死扣解不开，咱这绝对解不开，我还不如不醒呢。咱们先不要开玩笑了，先想想对策。这个林夕好像是出去热州了，马上就回来，你想想怎么面对他。想什么对策？